清晨醒来，想想自己现在还活着，能够思考，可以享受人生，可以去爱别人，这是上天赐予我们多大的恩惠。想要让自己即将开始的一天充满魔力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心怀感恩。清晨醒来的第一件事，先说声谢谢，谢谢这新的一天。拧开水龙头时，洁净的自来水源源不绝，谢谢水源背后付出的人们。当你拿出牙刷和牙膏时，说声谢谢。用到梳妆镜、电动刮胡刀时，说声谢谢。你们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。谢谢冰箱保存食物的完美，可以吃到冰镇的水果。谢谢热水壶给我们带来干净无害的白开水。谢谢风扇为我们驱逐周围的炎热。每天醒来，简单的洗漱好，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，观看自媒体平台的数据，然后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。今天是运动的第十一天，慢慢的和上班打卡一样，强迫着自己去锻炼，去坚持，成为一种习惯，慢慢的也能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。谢谢一切为我们带来便利。今天是第十一天，继续坚持，加油！感谢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谢谢。